奇怪，字体怎么会错啊？哎呀，张院长，应该对才对啊。数学考58分，数学考58分，这要怎么办？啊，要跟博士讲。博士，大鸡抓掉了。哎，这样好了，听说动物园里面有一种会发音图像的动物。 去找，我想呢，店中会得到鼓励的哦。发奋图强动物，yes ，听说这里有一种会努力不懈、发奋图强的动物，是真的吗？当然有啊！我赶着要去喂河马吃饭，我告诉你们在哪里，你们自己去找吧。哇，喂河马吃饭，好像很好玩呢。嗯，这样哥哥，我们可以去帮忙吗？好啊，那我们就赶快走吧。那河马好大只哦！它们是陆地上体型第二大的动物。那体型最大的动物是什么？吸了，从膝盖下来上，一定是恐龙啦！不是吧？应该不是恐龙，给你们一个提示，这体型第一大的动物呢，也在非洲区哦。非洲区啊，我知道。大象，对，就是大象。大象体重呢，大概是4000到6000公斤，而河马呢，大概是2000到3200公斤。3200公斤，我是30公斤，那一只河马不就等于106个我啊？嗯，对啊，河马除了体重很重之外啊，它的身长大约是3米到5米，然后啊，它们身高大约是140公分左右，而且它们有一个很大的头。 大约占了体重的1/4左右。嗯，那河马就是标准的大头，大头大头，下雨不愁。而且河马也不用怕秃头。不过河马头看起来重大，可腿看起来蛮短的。好，燕总，这就是河马可爱的地方。你看它的身体圆滚滚，像水桶，四肢肥肥短短。 超级卡哇伊的！他们的脚啊粗又短，每只脚上都有4个脚趾，而且都有黑色的蹄哦。哇，所以河马算是有蹄的动物喽。嗯，对啊。看到看到，小朋友，你们有没有看到羚羊跟斑马脚上也有蹄啊？到底什么是有蹄的动物？就让我这个热爱动物的小助理来告诉你们。嗯，什么是蹄呢？就是包覆在脚趾外面的脚趾鞘。 蹄就跟我们人类指甲一样，只不过我们的指甲是一小片，但是蹄却是把整个指头都包住，看起来很像穿了鞋子一样。有一些有蹄类的蹄很厚，像是马，人类会利用马来当交通工具。为了防止马蹄受伤，还会在马蹄上面钉上马蹄铁，蹄上面还可以钉东西耶。你们说马蹄厚不厚啊？ 世界上多数的大型草食动物都是属于有蹄类，大家很熟悉的牛、羊、马、羚羊，还有长颈鹿，通通都是哦。有蹄类又可以分成鸡蹄目跟偶蹄目，像马跟犀牛就是属于鸡蹄目，马每只脚只有一只脚趾，所以只有一个蹄。但是河马是属于偶蹄目，每一只脚有4个脚趾，当然就有4个蹄喽。哇，河马是不是肥肥壮壮的？ 还有蹄，我还被河马踹到，哇，那一定超痛的。哎，江哥哥，你照顾河马那么多年，有没有被河马踹到过啊？还好，目前都还没有。那就好。哎，江哥，但是河马一直看我们，是不是肚子饿，想要吃饭啊？对啊，那我们赶快去准备他们的饭吧。嗯，哇，有青草，还有这一颗一颗丝，还有这麦片，江哥哥。
这些全部都是要给河马吃的吗？对啊，像这些青草都是早上送来的新鲜的草。那这些饲料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麦片，还有草粒跟炖重料，这样它们的营养才会均衡。河马早上也是吃麦片，跟我一样哎。你这样哥，野生的河马会吃麦片吗？野生的河马啊，它什么植物啊都会吃，没有食物的时候啊，它们就会去吃大象的大便。吃大象的大便啊？啊，我知道，因为大象也是吃草，所以它的大便里面也有很多草，对不对？没错。不过我想到吃大象的大便，感觉起来还是怪怪的。大象其实吃草，所以呢，大便其实不臭，跟河马一样。教练哥哥，那我们这些饲料要放哪？待会啊，我们就放在这个区域。等我们把所有的饲料都准备好，再开闸门让他们进来吃。那我们就沿着拖过去。好吧，有，走。哎，教练哥，那我们这样子就好了吗？对啊。哎，这样哥哥，我们拿来这么多草，还有这么多饲料，河马要吃这么多、哦？野生的河马每天大概要吃25到40公斤左右的草量。不过呢，他们要花上5-6个小时才能吃到这么多的量哦。但是因为动物园的动物活动量比较小，所以呢，大概25公斤就够了。还是很多哎。那河马那么大只，吃这样不算多啊。哎，那这样哥哥。我们把那个栅栏拿开来，让他们进来吃饭了吗？等一下，我先喂菲菲。菲菲，他就是菲菲。待会儿我会先喂他吃饭。哇，河马要吃饭，嘴巴张好大哦。对啊，他们张开嘴巴的时候可以到150度这么大哦，会露出大大的牙齿。前面的犬齿跟象牙一样，可以当作攻击的武器，而后面的臼齿比较扁平。河马在吃草的时候都是靠臼齿在磨牙，所以河马的臼齿如果掉了，就没有办法再吃东西喽。不能吃东西，那不就会饿死吗？对啊。好可怜啊！你们要好好爱护你们的牙齿哦。你这样哥哥，为什么你要特别先喂菲菲啊？是因为菲菲生病了吗？没有，因为她是河马群里面的老奶奶了。所以呢，常常会抢不到东西吃，那我就要先喂它咯。河马群的老奶奶，大家好啊，我是菲菲，今年已经29岁啊哦。哎呦，大家别叫我老奶奶啦，应该说吼，我是熊岁欧巴桑啦。我们河马的寿命大概有30到40岁哦，啊，最高的寿命还可以活到50岁。动物管理员呐，每天都会细心的照顾我们吃饭啊，所以我还可以陪大家很久啦。哎，这样哥哥，河马他们才刚吃饱就下水，不会消化不良吗？不会啦，他们除了觅食的时间外啊，大部分的时间都泡在水里。对对对，河马不是住在非洲吗？非洲这么热，当然泡在水里才舒服啊。因为河马啊，皮肤没有什么毛发保护，所以在天气热的时候呢，他们会分泌一种红色的油脂来保护他们皮肤，甚至还有杀菌的功能哦。就跟我们人类流汗一样啊。可是流红色的汗，应该就分不清楚是流汗还是流血了吧？其实他们啊。你看他们跑得很快，但是他们更擅长游泳跟潜水哦。对啊，河马在水里面的时候，只露出眼睛、耳朵还有鼻子，样子看起来超温柔、超可爱的。温柔？其实他们是恰贝贝哦。啊？你的脖子怎么那么长？妈妈说脖子长才是漂亮。河马，河马，你的鼻孔怎么那么大？河马生气了，我们今天又不能练唱了。河马他真的很爱生气耶。万一他真的练功，让河马动了掉呢？说起来，河马是我们草食圈，你甚至是整个动物界数一数二的动物哎！怎么说啊？哇塞，因为河马体型是陆地上第二大的，只比我们大象逊一点而已。
一只成年的河马体重差不多有3200公斤哦。啊，虾米啊，我们马最重也不过500公斤啊，这家伙竟然不重哦，不只是体型大而已啊。河马还是我们动物界里面脾气最暴躁的 No.1。大大，我之前听说鳄鱼和河马家族大翻脸呢，因为啊有鳄鱼的亲戚在非洲被河马给咬死哎。还有，河马不是跟我们一样都吃素吗？它咬鳄鱼做什么啊？因为河马在过河的时候看到鳄鱼走在它的前面，挡到它的路了啦。啊，隔壁的斑马不敢参加合唱团，就是因为河马的关系。当初我看小马看着忠厚老实的样子，所以我才邀请他加入的。结果我没想到这么差，北哦。为了我们的生命安全，是不是要把河马请出合唱团？我看我们还是。赶快练唱吧。好。河马河马，你的屁股怎么那么嫩？妈妈说皮肤嫩才是漂亮。哎呀呀，差点被河马忠厚老实的外表给骗了。接下来嘉亮哥哥说要带我们去看小河马，我想看完小河马后，我们应该继续去找会发愤图强的动物了。哎，你看，这就是河马一家三口。哇，哎，真的小河马哎。对啊，好可爱哦。前面呢，这只是妈妈，后面的是爸爸，然后小朋友叫做中中。哇，一家人住在一起，好温馨哦。嗯，哎，嘉亮哥哥，那个小河马是吃草还是喝奶呢？哦，新郎，河马跟我们一样都是哺乳类动物，所以河马小时候当然是喝奶啊。Hello， 我是中中，你们一定在想我的兄弟姐妹呢。拜托，河马妈妈每次怀孕只会生一只小 baby 而已，而且啊，河马妈妈要怀孕8个月才会生下小河马哦。你知道吗？河马妈妈生产跟喂奶几乎都在水里耶。所以啊，我一出生就会游泳咯，而且我的妈妈很保护我，几乎都跟我寸步不离。河马妈妈很伟大吧？哦，我的小朋友。哎，刚那是什么声音啊？哎，那就是河马在大便的声音。哎，我看到那河马大便的样子好好笑，一边大便一边用尾巴把大便甩得到处都是。哎，那就是河马他在做标示地盘的动作，他把大便甩得很远，大概1公尺左右。你看那个墙上都是他们甩出来的大便。嗯，刚刚那一只河马也把粪便甩到墙上。哎，嗯，还有河马大便。嗯，真的不错。哎，哎，你们不是来动物园看河马发愤图强的吗？发愤图强？哪里啊？哎，他有几颗牙齿啊？大便变黄金，大乱西哈！检查装备，斗笠有，手套有，雨鞋有，那我们朝大便出发。等一下，维安，你不是叫我们一起来找黄金的吗？对啊。嗯，那你刚说大便变黄金是什么意思啊？我没有跟你们说吗？那博士跟我说，东元动物大便可以变成黄金哦。嗯，大便本来不是黄金吗？我们被骗了啦。不是啊，根据我的研究发现，动物大便真的可以变黄金哦。不信我们就看看。好，走啊。真的啊？维安，你骗了吗？野生河马住在非洲的河里，它们在水面，然后就会变成河里面鱼最爱吃的食物哦。嗯，可是我们家里又没有养鱼，我们还是走好了。等一下，河马大便不是只能喂鱼，它还有其他用处啊。我已经有好专家教我们了，我们去看看嘛。好啦。河马那么可爱，你看。哎，好可爱哦。小只的，还要比较大只点。哎，燕仲，这个好像是维安他的同学。哎，对，我们去找他们吧。嗨，维安，他新郎，他怎么在看什么？河马，你看，厉害。
小朋友，你们看哦，这些都是我们收集回来的草食动物的大便。哦，所以里面有河马的大便哦。有啊，这边有大象、河马、犀牛跟羊，所有大便都在这个地方。以贡献度来说的话，非洲象一天大概可以贡献180公斤，啊，犀牛大概33公斤，河马最少大概只有14公斤。我们一天可以收1100公斤的大便。哇！哎，河马大便怎么会这么少啊？因为河马喜欢在水里面大便，所以说只有在礼拜一跟礼拜五的时候，在清水池才能收集到一点点。哦，那洪叔叔，动物园收集大便要做什么？我们把大便变成黄金堆肥，这些都是生肥。生肥的意思就是我们收集回来新鲜的草食兽的大便。哦，黄叔叔说，大便变黄金堆肥的第一个步骤是集中，每天都把收集到的动物便便集中到堆肥场里的堆肥槽。接下来就是发酵，堆肥槽里的便便会慢慢发酵，必须看气温的状况而定，通常发酵时间是一个月。第一次发酵完后，要翻动便便，让空气跟细菌充分进入便便，开始第二个月的发酵。之后会把大便搬到第二次发酵的堆肥槽，再搬动一次，进行最后发酵哦。来，小朋友好了，那我们到这边来一下吧。你们翻这个发酵过的堆肥有没有什么感想啊？我觉得它比较小坨了。对，会变小坨。我觉得颜色比较深了。我觉得比较像泥土了。我觉得不臭了。对，草食性动物的粪便啊，原本就比肉食性动物的还不臭，经过发酵以后啊，它的味道会变得更淡。动物的粪便啊，里面啊，因为含有很多的氨跟氮，如果我们没有经过做堆肥的动作，直接拿去给植物用啊，容易造成肥胀，植物反而会死掉。黄叔叔，大便熟成之后就可以拿去施肥了吗？对，熟成过的大便就可以直接拿到园区里面去使用了。然后这边刚好有一袋，我们一起到园区里面去施肥好吗？好。小朋友，你们看，这里是非洲区哦。我们现在来帮这个花台施肥。这个花台啊，因为长得很密啊，所以我们是用撒的方式帮它施肥。你们看啊，这个肥料均匀的把它撒在花坛里面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来，你们来试试看吧。我觉得用动物的大便来帮植物施肥，真是物尽其用哎。对啊，干脆我们跟黄叔叔要一些大便回去送给妙不少了。好啊，博士那么爱种树，看到这些大便一定超开心的。妙博士，我总觉得你叫我们来看河马大便，应该是另有用意啊。哇，河马有这么多资料，让我看一下这个。应该不是这个吧？秀，你看，资料上面写说河马属于哺乳纲偶蹄目河马科的动物，英文名字的由来来自希腊文，意思是河里面马。河里面的马，河马跟马长得一点都不像。我觉得比较像猪吧。Bingo， 我唔丢。在演化史上，有科学家认为猪跟河马应该是关系最接近的动物，因为它们都有圆形的吻。不过，有科学家认为跟河马关系最接近的亲属应该是鲸鱼。鲸鱼？啊，那些科学家也太有想象力了吧？因为从 DNA 上发现。鲸鱼跟河马应该有共同的祖先。科学家推论，大概4000万年以前，鲸鱼跟河马祖先开始分支，一只走向海洋变成鲸鱼，一只在陆地变成碳兽，也就是所有偶蹄动物的祖先哦。哇，没想到鲸鱼跟河马还是表兄弟。我有查到一个很有趣的资料，你们看，这本书上说河马有两种，一种是一般的河马，还有另外一种是侏儒河马哦。我们在动物园又看到侏儒河马，就住在河马楼上。侏儒河马体型比较小，皮肤也比较黑。家人哥哥说，侏儒河马不像河马一样那么喜欢待在水里面，它多半是待在比较干燥的地方哦。哈，你们有看到？那资料上还说侏儒河马是珍贵稀有的保育动物呢。保育动物？那刚才查看，找到，应该就是这个。
嗯，对。博士叫我们去看河马，一定就是为了这个。嗯。河马是非洲特有的动物，过去刚果的河马数量是世界第一哦。开口吞掉了水草，烦恼圈冲进我的大肚里啊！今天又是吃的好饱啊！对啊，这里真的是我们的快乐天堂。不过后来因为常年的内战造成饥荒，饥饿的人类开始猎杀河马。啊！人类来了，快躲起来！我们这么大只是能躲去哪里啦？原来河马天堂风云变色，现在成了河马地狱。哇！野生河马数量已经从20年前3万只，到现在只剩几百只，已经是濒临绝种动物了。对啊。哎，博士。哎，博士你回来了。对啊，你们都在看资料啊，所以都没有看到我回来啊。博士。河马真的会绝种吗？在讨论这个问题以前呢，我先考考你们哦。你们有听说过北极有企鹅吗？啊，北极企鹅？多数企鹅不是都在南极吗？北极呢，曾经也有企鹅，它的名字就叫做北极大企鹅啊。哇！北极的大企鹅呢，它的头呢是棕色的，它背部的羽毛呢是黑色的。全身的长大大概有60公分哦。哇，听起来好可爱哦。那为什么我们会以为北极没有企鹅？因为北欧的海盗呢，大概在1000多年前呢，就发现说北极有大企鹅。可是，在16世纪的时候，人们呢就流行啊，那到北极去探险啦。所以呢，这些企鹅呢就变成他们猎捕的对象，所以后来就从北极消失啦。所以，如果我们人类继续猎杀河马，命运可能跟北极大企鹅一样哦。不是，我们把刚果河马都接来台湾，好不好？那要养在哪里呀？我要养啊！如果像中中一样，我晚上还可以抱着睡觉哎。河马不是很凶吗？心柔，保护物种呢，最好还是在原地。现在呢，惠州就有动物的保护公园哦。在那里呢，经常都有那个警卫呢在巡逻。不过呢，因为那个范围很大，所以呢，有时候呢，人们还是会偷偷的去猎杀，所以呢，那个数量呢还是有在减少哦。保育工作加强。